咱们来个凉拌杏仁菇。土豆脑子瓜呢薄片呢，你看非常薄，你要切也行，你要切薄了也可以。这个杏仁菇啊，产自欧洲，它呢跟那个欧洲人呢一样，人高马大的。这个在菇里头，它属于最大的一种菇。它这个菇啊，挺耐旱的，护肝呐、减肥呀、通肠道啊，它这个菇效果比较好。这三个菇就这么些，这个呢就是焯水呢，一焯水就那个见少了。焯这个那个杏仁菇啊，它呢主要是放糖，咱们正常不都放盐吗？它这个你放糖来焯它，放一点糖。下金针菇，这金针菇啊，这个杏鲍菇它主要是焯的时候焯两分钟就可以。这菇啊，你看一下，它白了就可以了，它焯两分钟就可以，完了就捞到凉水里过凉就可以了。搁到这个焯完以后，过凉以后，搁那个手攥一下，不用攥得太死，中等劲儿就可以。这个红辣椒啊，又去寒，又去热。咱们呢把它去籽，蒜呢一定要捣碎了，它越碎越好。葱有葱的辣味，蒜呢有蒜的辣味，它们呢都缺一不可。香菜啊，现在是正好这个天冷的时候，它呢是抗寒，还能治感冒。大家呀，吃点是搁上红辣椒，搁上香菜，再加点芝麻，这油啊冒烟了就可以了，就炸一下。再倒酱油、蚝油，鸡粉，白糖，胡椒粉，再加上辣油，这是红油，这是红的辣椒油，搅拌。搅拌一下，再倒点香油，搅拌一下，搅拌好了，再香菜倒里，完再咱再把那个料汁啊再倒里。刚才炸那些料汁儿，咱们倒进去，一起拌。
可以换一个大点的家伙事，我这就图省事，来个盘子就办上了就可以了。这个闻起来呀特别香。咱们尝一尝味道怎么样，看它这个拌完以后啊，有红有绿有白，这个菇呢是白颜色的，咱们尝一尝。它这个菇啊嚼起来特别有嚼劲，哏啾啾的特别香。